好，现在我们在这个拿炸锅这里，我就看到这两个车，这两个车的名字叫我们 Ferrari Enzo。Enzo 这个人是谁呢？恩佐·法拉利，他就是法拉利的创始人。他以前就是驾那个根尼基的，然后就出来了法拉利，他由他的名字来命名这辆车。全球限量600辆，我看了创也差不多创了100辆，剩下500辆了。这辆车最特别呢，它的门哦，开的吗？剪刀门已经过时了啦，这种飞机门啊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要给你们看下来，进来，看到那个 speaker 的位置吗？你给他看 speaker 的位置 ，OK， 这个 speaker 的位置对吗？这样子是不是很特别？是不是？其实它是来做什么的呢？你们看这边，这个转梁是来开窗口的。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全部里面 carbon fiber， 全部啊 ，carbon fiber。这辆车已经没有了的啦 ，red 到不能再 red 了。有机会，有人能摸就摸多一点，能看就看多一点，因为以后可能你死了都没有机会摸到了。它有那个以前那个味道啊，这个是好像2000年出啊，对，因为它的 handbrake 啊是比较特别的，在这里的，然后。S1 里面全部 carbon fiber 很特别了，这是 masterpiece 油盖碳纤维，油盖都要碳纤维，它 0.2 gram 都要省，这种超级跑车我们是不明白的。还有啊，它这个整个座舱啊，整个舱啊，就是你撞车的时候，它会拉整个舱出来的。它整个舱都是 carbon fiber 做的，而且 carbon fiber 不是普通 carbon fiber， 是那种硬的那种啊。我觉得可以啊。如果有机会，就是要看这种车。它的边框是很小的，它那整个窗的 curve 它到这里 ，nice， V12 NA 前面有两个大风扇，这边。可以看到那个洞 Enzo Ferrari